那个姐姐后边哈，向头前靠过来。哎，后面的三排全部都往前面。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早安，大家好。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台湾人的举手，台湾人的请举手。啊好，手放下。啊，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的举手。证明哦，证明哦，证明哦，你可以证明你是台湾人的举手。好。您证明台湾人，你是用什么来证明？要用什么证明？哈？你妈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啊啊！好几天本，好几天本。啊！你讲我一刚刚嘛，提一本好几天本，好几天本顶眼有你的相片无？我提你的好几天本，我提你的好几天本，我嘛讲那是我呢。来来，恁提是咪这张？是不是？是这张。您提是这张，您查某的吗？您提是不是这张？不是啦，但是类似于这张啊，对不对？顶管写啥？捌字的举手，捌字的。你拢捌字，我唔相信。写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对不对？中华民国跟台湾。啊！你边啊证明你台湾人？咱去国外，去澳洲，去东南亚，上落水的去菲律宾，伊都无解认讲你是台湾人。你摕证件是写中华民国，来你啊看迄本青青迄本，有啊？是不是？啊！你边证明你台湾人？所以我搁问一摆，台湾人的举手，你唔敢举呐？你唔敢赢啦，对不对？啊，你已经摕一张，啊，甲摕一本已经摕一张啊。你若活到几岁，你就摕几年啊？敢是？敢对冇？是不是？啊，你袂，即世人你袂感觉很奇怪吗？奇怪，我摕一张中华民国，啊，我拢讲我台湾人，啊，我都无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海外的人。国际人拢无人甲你承认讲是台湾人，你有感觉真奇怪吧？你生活在矛盾之中啊！啊，无简单嘞，台湾人足无简单嘞，生活伫矛盾之中会当活遮久，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台湾人所看到的拢总计。你完善，我阁讲例予你听。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有参加无？若有参加，请你举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无参加举手，无参加举手。啊好，无参加较济嘛吼。啊，未出事，只要你唔知影，迄毋是理由呢。全世界敢若问台湾人讲，你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无啊？敢若台湾人唔知影。答案有很多啦，有的讲有，的讲无，啊，有的讲唔知影。啊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恁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捌甲你讲，你走空袭无？哦，这拢有啦。啊，走空袭是啥意思？飞机来甲你轰炸，对不对？啊，啥物人来甲你轰炸？美军嘛吼，啊，有相片互你看，有证明互你看，有无？啊，我问你，安尼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啊！他在遐讲无举手，搁举一摆看卖啊！安尼有参加无？组队无参加？有体会？很小啊！互你炸红炸甲密密麻麻，来，我你看，迄当阵的总督府，总督府，啊！搁他在迄张全台湾有几个所在红红炸，你来看卖，你有看无？有无？安尼有参加无？我甲你讲。咱台湾人的教育很奇怪，
啊，有参加，啊、很少参加，啊，干那无参加呢？咱是很正式的参加啦。啊，台湾的战机是什么物件呢？赢什么人？你知不知？赢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迄当阵伫菲律宾克拉克基地啊，空军基地啊，和台湾的飞机啊，零式战斗机啊，百几架，甲炸甲，所以全军覆没。那是他一世人上盖切台湾人，就是那摆。所以哈，所以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啊，台湾建娘建树，建娘的举手，啊，建树的举手。啊，唔知影举手，你有看我可怜无？建牙建树搞不清楚，啊，但是他都要光建树较济人，对不对？啊，建树那有光复节，建树够光复节，啊，建树还有光复节，啊对，很便宜不？唔对，但你刚即马在你讲很便宜，你伫外口你唔敢讲很便宜，敢唔是？咱台湾民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写文章，一直演讲，向专家一直讲。即马中华民国已经唔敢讲台湾有光复节，台湾光复节已经甲提掉啊，已经没有台湾光复节。建书怎么会有光复节？咱是台湾人，对不对？你唔敢讲啊？哼，咱是台湾人，对不对？对不对？好，来，美国给你轰炸，对不对？对。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对。啊，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盟国，对不对？对。啊，所以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盟国，美国人是咱台湾的敌人，啊，所以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敌人啊！啊，有替敌人做兵的举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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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嘛赶快去做兵，怎样？我跟你讲，不是强骗，伊用骗的。你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迄个时阵是日本籍、日本的国籍，叫做大日本帝国国籍。迄当阵，迄台湾人若要出国，要去国外的时阵，爱摕护照。护照是啥？大日本帝国的护照，所以台湾人是日本人，你等于讲的无唔对啦。但是问问题来啊，战争会死人无？会吼，啊那死就煞对不对？对，死就煞，啊三两杯做兵，死未煞，死以后国家都要将你的灵魂。把你安置在中华民国叫做忠烈祠，日本叫做靖国神社。今日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有39,100名的台湾英灵底下。中华民国的忠烈祠内底有台湾人无？无100个。啊，你袂感觉很奇怪？台湾人有替中华民国死无？有足多，什么823炮战呐、啊，国共内战呐、啊，1945年来台湾的时候，叫咱台湾人两个师啊，共提起中国去参加伊个内战，战死了了，几万个战死。啊，国民党讲啊，战死就算，含即马伊都过安尼呢。两年前，飞机、战斗机去弄着山，有啊，伫花莲。伊个家属，甲中华民国国防部讲，啊，伊希望讲，因个，因即个人弄死即两个兵啊，会当灵魂会当藏伫忠烈祠。中华民国说 no， 是安怎？到今日为止，中国国民党即个官战诶，拢知影讲，咱台湾人是战败国，啊，因是战胜国，所以你袂感觉讲？你机器人伫生活内底，你也感觉很多的不公平，
但是你知影，但是你唔知影原因啊！因中国人，一般拢讲外省人，外省人咧做官啊，做去足大，啊，咱台湾人拢袂使咧。原因伫对，伫遮啦。咱是战败，人因战胜，战胜国统治你，战败国是应当诶，甲你奴隶是不应该啦。即咱都爱知影讲，咱的权利伫倒。所以在2006年10月24日，咱台湾民政府用我的名，我去告美国，我甲美国讲：哎，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台湾是美国的主要占领权国，是安怎？我摕中华护照，是安怎？我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唔是公民哦。过了的结论，5个结论。第一，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咱无国籍，所以中华民国迄个国籍是假的。啊，问题这个假的国籍的法源啊，这个法官是为对造来的。啊，是安那？伊中华民国会发一张身份证给你，原因是倒，知影下手。啊！恁拢前面牛同款的吼，啊都嗯啊都，我都14岁时阵哦，啊伫读册时阵哦，啊老师都分一张花，我嘛同款是安尼啦。各位，迄是1946年1月12日行政命令，因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后中国国民党。叫蒋介石是因为麦克阿瑟1945年9月2日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来台湾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哎，啊投降，啊煞全将台湾占落，一心酸呢，这唔对呢。所以今日中华民国是占领台湾，唔是拥有台湾。所以今日中华民国。早晚会离开台湾。我说早晚，你可能还不知道呢。我建议各位你去看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官网才可以，因为什么呢？哇，现在中国也好，很多派别都自己去做台湾民政府，不是官网啦。黑白说我们的派位，说我们是什么诈骗集团，说一堆啦。但你就要看我们真正的是台湾民政府官网。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已经开始在撤退了。现主席真侪政府的组织190几个开始拢撤销、撤销、撤销、撤销。来，互因看一下我们官网里面因中华民国现主席撤销的单位。过去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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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过去上，好好好好好。来，即将结束，代理美军占领日本台湾，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人民知道多少？台湾人到底知影偌济啦？美国军事政府也看台湾民政府即将持续接政，台湾人爱做好准备，台湾政府政权即将和平转移。来，拍开，甲看内底。来，打打去，打打去，这组织拢无去啊！你看，来，过来，打打，慢慢慢慢上去，慢慢上去，慢慢的上去，哎，过来，过来，过来，你看，国防部嘛无去，你看，内政部无去，警政署无去，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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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您等也当去看哈，这警讯，来来来，财政部、国库署这拢无去啊，法务部无去啊，哈，行政院、卫生署这拢无去啦，过来，过来，来停。各位，您知道这个消息不？您都不知道。我跟您说，昨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全副武装已经进入台湾，你觉得相信的举手？你相信的？啊，不相信的举手？你不相信是真正常的。住在花莲跟高雄的
这两天啊，你有看到美国美国海军陆战队全副武装的行军的野手？你无哈？咱即摆伫受训，遐参众议院的议员啊，都有十几个人拢有看，而且佫有相片。你有看一条无？因为中华民国撤退，美军入来，而且到底是什么现象？美国入来台湾是因为台湾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的，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所以伊正正当当入来台湾。是安怎？因为咱控告美国，咱甲美国讲，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你奈不爱直接来占领，你为什么交给中华民国？我们不喜欢中华民国。所以2006年以后，美国要求中华民国的总统讲，你不可以征兵。不是马英九对咱台湾人好，讲不要征兵呢，是咱个狗呢。咱是战败国，你敢占领？美国人占领琉球、占领伊拉克，敢有叫琉球还是伊拉克的人去做美国兵？有无？无啊！谁啊？独独中华民国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咱是被占领的，不是只被占领而已，美国人就要来保护台湾。咱在买军购是因为台湾关系法里面他说 available， 就是说美国卖给中华民国武器，什么人拿钱？谁拿钱？台湾人拿钱啊。你有冤枉吗？爱行无？啊，头拄仔无讲，拢无爱行你啦。我甲你讲，我讲的这个问题非常严肃，非常的严肃。我听你若无来上课，你也搞不清楚啦。你真正拢唔知影啦。你敢若生活伫矛盾之，你唔知影讲你到底什么人，你到底有什么权利，你不知道。但是你来上课，你就会知影讲你的权利是啥。咱本土台湾人，因为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向战败，和美国打败。中华民国课本给你写日本窃占台湾，有无？你是不是安尼读？窃占台湾有无？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有安尼读无？我跟你讲，这两个拢都唔对。我提证明给你看。日本有窃占台湾吗？窃占什么意思？偷窃嘛。日本是按照马关条约的规定，来，马关条约捌看无？捌无？捌哦？捌无？捌看的举手。啊，唔捌看的举手。我给你看正本来。马关条约，你也要你捌字嘛哈？你读看麦啊？第一句的，刚提读第一句的就好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什么人跟什么人？皇帝对皇帝，跟政府对政府，政府有权吗？无权呢。所以这个皇帝才有权呢。所以台湾。大清的皇帝已经将台湾这块土地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为迄当阵开始拥有台湾的所有权跟主权。所以你要看吼，即马全世界拢知影这代志，因为咱台湾民众去控告美国，含中国都知影。中国即马这两天，伊的发言人伊讲啥？范立清伊讲啥？伊讲，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有无？啊，人家问的时候，伊阁讲一句话，听清楚。伊讲哦，这个就是台湾的主权问题。伊讲主权问题是对，主权伊嘛已经足清楚诶，
台湾的主权在什么人的身躯顶？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所以选举的时候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举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举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对不对？对的举手。啊，不对的举手。啊，不知道的举手。你啊，你啊，奇怪呀！台湾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啊！不是乱去，你的头脑这六十几年来啊，从世界吼都转未过啊啦！来，我听听听听我听听我听，国民饭店是住伫国民饭店的人的，对的举手，唔对的举手，哎，这拢知啦吼。因为人会跟你讲，你住伫国民饭店，人讲啊，你所有权状伫倒，你提出来不？你拿不出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问你，台湾的所有权证，你提出来不？提出来不？你提不出来啦。这句话是唔对的啦。台湾什么人诶？啊，日本灵魂都多在上课呢。日本天皇啦，迄个人啦，迄个人啦，迄个皇帝，迄个人啦。啊，有清楚无？哎，你呢？哎，你敢那上课哦？敢那上我这句话哦？你都记得了，我跟你讲。六十八年啊，到即马洗有清气无？啊，有洗过有无？阿伯哩，阿伯哩，还阁足多哩。还好。台湾这个土地是毋是日本的殖民地？是毋是？你感觉是的举手，啊，你感觉毋是的举手，啊，毋知的举手。台湾本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后尾啊，在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伫台湾这块土地实施明治宪法，叫予咱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实施宪法以后，这个原来殖民地甲伊的母国地位拢拢平等。土地性质转变，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国际法规定的，人民变作日本天皇也臣民。我念一家啦，来，美国甲咱算较足严重的呢。家内底捌读英语的牙，英文的牙手，怎么唔敢牙？唔捌读下手，你拢捌读过初中，你唔捌读英文，你莫甲我骗。那我问你啊，来，听我听。英语讲吼 ，the people 人民啊 ，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做汉文、中文的时候，安怎翻？台湾人对不对 ？the people of Taiwan 嘛，对不对？啊，过来 ，the people on Taiwan 安怎翻？嘛是台湾人。对不对？对不对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管的人。People of Taiwan 就本土台湾人啦。所以你即摆若知影以后啊，你也看美国咧发表文章的时候，你甲看英文。那 People of Taiwan 迄个讲咱啊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中国人。台湾现主席有几百万人的中国人的后裔。流亡在台湾，所以马英九从头到尾，包括伊的部长，所用的拢是中国人，70%-80%，你拢咱拢真正唔知道啊？中国人有较贤读册无？你感觉有无？不一定，他们不会念书，我敢讲。像我刚刚咧讲，我是建中毕业的，台北市高中读建中的，我初中读台东，拢第一志愿的呐。马英九啊，我是不行啊，甲伊都是同一届去建中，但是你要听清楚啊，我是考入的，迄阵放榜有900几个人，
啊，但是分24班呢，200几个是啥？中国人，伊甲你美其名叫做华侨，免考试。所以马英九高一的时候留级，应该要留级了。伊三科不及格，数学48分。我讲会负责任吗？我当家啊。因老爸迄当时中国国民党的主意，所以伊无留级。所以后尾啊呢，伫建中去读册，万历将军呐。一般来讲，成绩较无好的，拢去读文组啦、社会组啦。啊，成绩较好的，通读自然组。全建中23班、24班，甲高二落地一班，剩23班，有2班，一班是华侨，一班是咱本土台湾咧读的社会组。伊是社会组。啊，你即马知影讲，伊考掉台大法律系，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啦，伊考掉对淡江大学啦，加分搁入去台大。华侨，华侨，华侨，所以迄年，伊迄年台大法学院迄年，干了一个人考不掉中华民国的律师牌，名叫做，你头脑真歹啊，你呐，啊，真清楚啊，干了一个人未晓读册，迄人叫马英九，啊，干恁考不掉就是讲伊嘛，迄人叫做马英九啦，啊，你要用中山奖学金去哈佛，哈佛毋是先一个人去读的呢。你若捐足侪钱的，落捐足侪钱，你怎样去读呢？所以迄年哈佛毕业，敢若有一个人考不掉美国的律师，名叫做，未歹，您总算有反应。数学48分的人，咱毋是咱呐、啊，您伫选伊做总统，您有甲算无？卖讲无，卖讲无，目睭开开，目睭开开，有去选举的人举手。啊，你若无，你若无举手，巴肚疼，我甲你讲。啊、哦，好啦，就放啊，好啦，好啦，即摆拢无啦，即摆拢无人看，拢无啦。我甲你讲，判决的第二点，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什么叫政治炼狱？就是咱去选举啦。你台湾人，你竟然你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即摆你选你啊，伊就推外号讲哦，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中文啊，夭寿吼，种个乌白色啦，乌龙蛇刀啦，互你看到敢若你选的咧，啊，敢若是台湾总统咧？我们从来没有选过台湾总统，咱选的是因中国人的总统。咱是去用利用去给他选举，咱拢唔知呀。我跟你讲，咱若继续选下去，有一天台湾会这个民族会被消灭。中华民国如果继续延续下去，我们一定会被消灭，因为咱的后代开始拢唔知呀去啊嘛。你若无要选举，人就甲你骂。啊，你无选哦，民进党要选哦，谁？哦，国民党。来，国民党的名叫做什么名？也全名。中国国民党，对不对？啊，民进党的全名呢？乌白讲，什么民主进步党？来，中华民国民进党啊，也党章第一条讲啥？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啊，我问你，中华民国的简称是什么？中国，对吧？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嘛。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哦，你迈遐紧啊，跳遐紧。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简称中国。所以中华民国的将军去中国给你发表说、哦、国军跟解放军都叫做中国军，没不对啊，人没不对啊，不对是什么？是烂啊，
腿阿面啊，你唔通笑，这是真严肃的问题。咱去告美国以后，咱甲美国讲，你把政权还给我台湾人。美国讲哦，可以，你叫台湾人来，我尽还行李。我即马娃娃太多地方啊。啊，伊甲问讲，啊，你是台湾人吗？我当然是啊。你给我证明。嗨啦。拿出来中华民国身份证，拿出来中华民国护照，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不爱中华民国护照，我给拼掉了，所以我一直没出国，因为我不能出国，因为我没有护照，但是我没有护照，我是跟美国说，我代替台湾人留在台湾，你必须把旅行证件给我，我才要出去，你们给他拍手哟，我替咱大家人留在台湾呢。咱因为美国讲，因为国家最高法院嘛，伊讲好，我叫行政单位审理证件，你叫台湾人来接，哇，我真正无法度啊！所以2009年4月7日，高等法院判决5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政府，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碾压。承认美国军事政府要去占领台湾，5点，就是讲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刷落去，咱家爱来解决。伊讲，你爱训练4000名的台湾人，捌法律的来敢接。啥个4000个？因为当年台湾人600万的人口。单一带1000个来接台湾的政权，咱即马有2300万，所以讲你要训练4000名。所以咱为3年前2010年1月14、15、16第一梯到今日14、16、13期开始受训，原因伫遮啦。但是恁的。您现在受训，您就要有，不是这初级班而已，这样还不算哦。初级班哦，读了以后还有戆戆的，就要读到高级班，高级班是啥？对，下个礼拜就是高级班了。高级班以后，休一两个月，让你去思考，你确实有想要替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做工作的人，你来参加法理典招。法理典招，你可以搁参加职务点招，职务有分做6种，滚秀这爱考试，考试考对一本《新台湾论》，来一本，足简单嘞，是非选择尔，但你拢考袂掉，很简单呐，是非选择尔呢，这本你若伫外口甲人伫讲话。有人在跟你吐槽啊，啥？你拢所有的答案拢在这本内底。法理典招以后，你就可以参加。请今日你看到第二教室，迄个众议员甲参议员的进修班。恁台湾人过去拢无读公民啊，接政权，外交官无台湾人。现在台湾他就跟你没派啊，一些罗摩都让你去做民意代表，那些罗摩敢会要心杂以上，我们在座 你看得懂预算的请举手，你看不懂的请举手，是啊，都看不懂啊，就要怎样啊，训练啊，跟你教，你不能看他们，跟你赶快3天2夜呢，你有看你吃饭的时候，你有看无？6点半就伫遐咧读册，你有看无？啊，考试呢？人遐人是真心要替咱台湾的后代打拼的人。我甲大人讲，
咱过去咱无读，因为国民党无爱甲你教，国民党无爱互你知。咱即马已经知影，咱来做一个较好诶。所以四千个，咱已经训练超过三千个。咱即个班赶得上我们的四千位，所以初级班以后、高级班恁上完以后，后礼拜上煞，你来思考，你想要做啥？有军秀，有内阁，内阁有分做政治局甲事务局，有议员，有众议员甲参议员，有黑熊部队。你卖听黑熊就惊呢，部队哦，压枪 ，no， 我们不拿枪，咱是拿法理。后摆咱会派去对黑熊部队，派去所有的警察单位，所有的海巡单位，所有的国安局。调查局，你不拿枪啊干嘛？你是当督导督导，你有权。你若感觉这个局长无好，当场甲换来，啊才报予咱中央就好。啊有大无？有无？但是你要共换，你嘛要小看巴肚内底小看有物件呢。我讲巴肚的物件是讲你有读一寡册呢，所以你爱训练呐，对不对？明天继续讲，谢谢各位。各位同学，咱下课要睏十分钟，下课休息十分钟。